你说什么？江家大小姐一个人把我们所有刺客全解决了，是什么意思？老大，我亲眼看到他，其中一个还把你给的药都吃了，瞬间进阶到了金丹境，都无济于事。一群废物，这都怪那个娘们儿，该知道江家还有底牌，一竟忽悠我，把我当什么了，臭娘们儿！雷先生，当着我们的面说主人的不是，多少有些失态了吧？这些都在主人的预料之中。今晚的行动，一方面是要尽力削弱江家的实力，另一方面也是彻查清楚他们的底牌。不会真有人觉得光靠那些臭鱼烂虾就能解决江家吧？切，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说了，主人早有安排。现在江家基本被我们摸清，可以进行第二步计划了。这是云铁，和我同为四大护法之一，他本是我们世界的血矿成精，此乃极阴幽寒之物，是魔族断冰铸甲的首选。成精的血矿本就潜力非凡，再加上丹药引发潜力，只要你能掌握云铁化剑后的力量，江家的丫头何惧之有，这普天下何惧之有。拔起它，快，这可是力量，主人给予您的最强的力量。力量？对，没错，无上的力量，我要的就是这股能助我上位的力量。我要宰了你！所有人要么臣服要么死。爸，我们到了。老公，这又是什么情况？估计是楼上那小子又做噩梦了，他每次这样都会出现灵力万亿的情况。别怕，等一会儿灵力收敛就好了。李信尊，我又做梦了，每次这种做了梦被吓醒，却又不记得做了什么梦，太难受了。女儿，是这里吗？确实是这里没错，但我走之前还不是这种情况。难不成高人知道我们来了？方才只是走上这十多层台阶，就已经让我头晕目眩，疲惫不堪。难道是说高人他……之前雪儿也确实说过，哥哥让他坦诚一些。看来是雪儿和高人抱怨过我。若是如此，高人对我的第一印象怎么可能会好？但只此威望，我也只能负荆请罪。你是？这就是高人。哥哥，这是我的爸爸。你好，叫我江老大，不对，叫我小江就好。江老大，等一下，江林雪的爸爸是江老大，那个称霸黑道30年、心狠手辣又毫无人性的江老大。惨了，他不是以为我欺负他女儿，过来找我算账的。雪儿，这就是高人吗？是啊。果然非同凡响，方才那一瞬间。从门里涌出的巨大灵力，只是瞬间我就动弹不得，就连现在也能感受到那份压力。面对他，我就像是佛陀手中的孙猴子一般，毫无反抗能力。是时候了，接下来去找到江老大和他女儿，干掉他们。这是怎么了？我的身体。老大，情况不对。难道说这是冲着我们来的？居然能挡住我的一击，看来你们还是有点东西，果然藏在这里。要不是你女儿灵力的味道这般特别，我还真找不到。你这副模样到底都做了什么？和魔鬼做了个交易罢了，你不需要知道太多细节，因为江家人景清都得死。就像路上遇到都是恶魔，那又如何？来自星空的位置岂能放过一见过？圣玄宗5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5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
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九层六去了。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你们来吧，秦宇。检测的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，我要退出游戏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被恶人躲避到无路可逃了。快跑啊，他们来了。主演，这就是你说的欲要成为主角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主演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我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